好，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儿带来一个魂斗罗力量的这么一个表演，这个很特殊啊。上次呢我是给大伙儿表演了这个啊，不是我表演的啊，上一次呢是做的手机表演，是传说中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西游释厄传 remix 版本的龙马禁地啊、龙马这个禁气儿一命，而这个呢是魂斗罗力量，咱们用这个，你看用一首老四啊，用一首宇智波赵四啊，然后打的这么一个速通，操作者呢是这个超电磁炮啊，也是他投稿给我，这个尝试我真这个稿已经是，我实话实说啊，已经是拖了能有20天了吧，我感觉将近20天应该没有，应该是半个月了。半个月我觉得有点狗了，我赶紧抽时间给大伙给大伙正好给大伙做了啊，直播做外加视频啊，这个就比较狠。我们看看这个超电磁炮啊，它这个玩法呢其实跟我之前魂斗罗力量我解说了大概是3次，然后这应该是第4次解说，最开始是人脑一命，然后是后来是这个各个人物演绎，然后再加上 TAS 的这个一命速通，这次用手机版来给大伙这个说啊，就是有点难受在哪儿呢，毕竟啊这个游戏呢自带这个丢帧，这个不是说我录制的卡，不是这个录制卡，它这游戏自带丢帧。这个魂斗罗力量呢它是魂斗罗系列作品当中噔噔噔噔噔，好，这是利用了一个 bug 啊，可以双击跳，好，可以看到这个还扔掉了一个，它这个咱们暂停之后呢用这个 bug 跳啊，这招呢其实呢不赖啊，兄弟们不赖，因为这招呢我小时候也用我小的时候也用啊，知道吧？上次做的那个人脑一命也是一样啊，那就是做了4个了。这个上次做的那个人脑一命也是非常极限，操作的非常准，自带丢帧的啊，这个就比较恶心了啊。好，再走。小的时候和你爸玩过，这个魂斗罗力量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游戏，它就是优化的不够好吧。我个人感觉也不是优化的事儿，因为咱们当时做这个游戏有美版和日版啊。好的，这应该是要切回来。这个所谓的这个 bug 跳啊，真的是挺赖的。好，来看看这个 boss， 这 boss 直接追着秒啊，追着秒，开上连发追着干，咱也不知道这 boss 一顿反复后跳，精神病，哇哇，不要中毒药了，中毒了。太惨了啊！这个卡暂停不赖，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也这么玩，我小的时候也卡暂停，我真的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地图，你必须要卡暂停才能速通的，因为这是游戏自带的 bug， 我个人感觉也就可以用。你要是进这个 bug 的话呢，那肯定是在速通的时间上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啊，我们就不多逼逼了啊，对不对？好，看看，噔噔噔噔噔啊，这个地方看。这地方必须得这么卡啊，你看啊，跳起来噔噔噔噔噔，就算是暂停下来浪费一个2-3秒钟的时间，但是也要这么卡，因为实在是太快了，你可以直接从这两个飞上去。好，跳上来，再一个跳，这个地方没跳好啊，浪费点时间。好，落地，这个毕竟是人脑操作，手机操作啊并不是那么的靠谱。噔噔噔噔噔，赖我嘛，对不对？九中和门帘子长什么样的，那都告诉你九中是什么样的了，还说长什么样的。好，一个大跳，你看这个跳噔噔噔噔噔，哇，这个跳太高了，他那个设计的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什么呢，你打下来一个箱子，那个箱子呢把你给砸下来，砸下来了的一瞬间呢咱们跳得非常高啊，跳得非常高非常远。好，一顿粘墙跳，这关必须得用 bug 跳啊，这关不用 bug 跳的话就特别慢。好，这个大箱子里装的都是啥呀？好，我们看看上面一个大砸，等着呢，这都等着呢，卡住前面的这个，正常咱们人是在屏幕中间，它卡住了往前走的这个路子，你看啊，这样的话呢来到 boss 处的话怎么说，一个飞机怼着这个炮筒就打，如果是 TAS 的话非常完美的。我看看啊，这个有点像那个合金弹头，这个有点像合金弹头，哇，利用这个小跳跃无敌，赖逼啊，卡在这关过不去了，这个跟 TAS 比还是差一些啊， TAS 的话真的是非常准非常快。
当然呢，咱们人脑不能跟 TAS。九川不是远九州，你们真不知道中这个古代的中国古代喝酒的那个酒盅长什么样吗？不知道吗？真的狗，我是真服，你们这没看过三国时期的那时候，他们一喝酒，那个酒盅啊，煮酒，对吧？论英雄的时候，刘备跟那个曹操啊，好，直升飞机，每一个魂斗罗里面都有这个直升飞机啊，这太赖了，这个对不对？好，来看看 ，Come in please, come in. This is blue 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Bruce， 哎，他这个名起的，哎，你说包括这些人怎么一看就是个坏人，就跟那个国产007里面那个司令似的啊，就那马桶盖一打开，然后那司令阴沉个脸，然后咔咔咔一顿说啊，跟这个袁咏仪一顿逼逼，然后呢，这个周星驰一推门一进来，然后司令。他就一个往后一仰，一个正面高大的形象，007你来了啊，操，太，这个可以刻画出来，但是我感觉这个这边咱们这个发型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谁呀、啊、这个发型有点像人，这是 F4 是吧啊，有点像 F4， 你怎么说。好，我们看看现在，你看这一关啊，这咱们有风向，所以说走的过程当中呢，他往那边吹，你在大飞机翅膀上走，你再跟我搞，我是真服，而且两个飞机互相交错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航空母舰。你在两个飞机互相交错的时候，你居然还能，哎呀，没法说，你知道吧？它这个设计的就跟那个双截龙啊，双截龙格斗里边那个ninja忍者里面那个地图似的，你能在飞机上走，我是真服。好，你看这个卡的，这个游戏如果要是说能把这个优化成一点都不卡、啊、我感觉速通的时间还能更快一点，它这个都是用了13分钟速通啊，你如果说不卡的话怎么说，对不对？门帘子是啥？你们这个不要开车好吧，不要开车。好，来你看啊，哎，这就是你从飞机这个翅膀跑到这个飞机翅膀上啊，看，然后另外一个飞机过来，你说飞机给飞机加油，我信。两个飞机翅膀挨一块儿，然后你走上去，然后云彩给这飘，我真想给这个游戏设置大嘴巴子，连人带鬼棍给他炫烟沟里去啊！呀，这我跟你说，这我跟你说，也就是我吧，这牛顿都就跟那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牛顿从棺材板里边，哇哈哈哈哈，这他就出来了，这他妈真是服了啊！扯犊子呢，这是。牛顿鸡了，你知道吗？达尔文啥的全都出来了，那还是人吗？啊，那良心上过得去吗？对不对？对不对？对吧？要说这熊大夫啊，要不给你治，要给你治就马上去世，就跟嘎韭菜一样，对不对？好，看看，小时候还没学过物理，我真信了，太狠了这个啊！先解释无限子弹再说吧，你没有无限啊，这个就比较夸张。咱们这个呢，开枪呢，打死人只需要一发子弹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用刀，咱就是夸张一点，就怕你技术菜，然后一下打不死，对吧？就是让你开多开几枪而已。好，而且这个飞机这么战斗机啊，这是。好，飞机跟，这我感觉这是谁呀、啊？这是。这个上一个这么玩的人好像是那个谁，好像是那个叫什么汤姆克鲁斯是吧，碟中谍系列啊。好，又接着走，哎呦我的天，哎呀妈呀啊，好，这是双飞节奏，这飞机跟飞机互接，游戏点背板啊，这个确实是没法说这个意思，对不对？丢不丢啊？好，来看看，又一个飞机翅膀都来了啊！哎呦我天，你不害怕吗？请问啊，真的啊，真事儿。好，先手开枪，把这个兵勾死，还要再等这个飞机翅膀的，我真是服了啊！会掉下去吗？可能会掉下去吧啊，没事的，他这个有装备啊，我知道了，他这是有装备的啊，他这有装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飞机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如果是敌人的话，这敌人是不是二逼，我就想说一下啊，
脑瓜子是不是傻，对吧？如果是自己的飞机的话，那为什么自己的飞机会有敌人的兵？怎么说？你看，就感觉这个，哎呀，就是这个游戏设计的人嘛，我当时我真想给他一个腿绊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脑瓜子肯定是让驴踢了。但是不得不承认，游戏确实好玩啊，确实好玩。而且还有，你看他这还有物理学呢。你看他走路呢，还得斜着往左走，否则他会被风刮到右边。你这个啊，这个时候你要跟我学物理了，服了啊！真是扯。好，进到飞机内部之后，这是个大飞机啊。这个好，来看看，这是个城管啊，这是个城管。你拿着枪，你不会瞄准射击吗？你只会左右前，你只会左右上下射击，你这不斜着射？你拿着枪，我是真服啊！这个 boss 大城管，你看，这多嘚儿算嘚儿啊，这个啊，丢丢丢丢丢丢，炸了，真是太惨了！这 boss 死的比赵四之爹还惨。好，这是一个核武器，是不是？哎哎，跳下去了，还跳伞呢！哎，还跳伞呢！我操，真事儿啊！这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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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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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看这哥们，一看就是并非等闲之辈啊！就这个，如果刚才那几个 boss 的悬赏量啊，就是那个有点像荒野大镖客，对吧？里边那个。那个一上来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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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然后奖励多少钱，赢了之后就是碰碰碰碰碰碰啊，然后奖励多少钱，这个人肯定是奖励10万块钱，那个最贵的那个啊。好，哎呦哇，这玻璃好，后面有个猛男，这个猛男移动速度好快呀，我好怕呀啊，我好怕呀我啊。好，跳过来，这个人跟我比，对吧？我暂停，我会无限跳，怎么说？噔噔噔噔噔，怎么说？噔噔噔噔噔，好好，我就是无敌，哎，怎么我跳起来，哎，就是赖。好，居然拆楼梯，这小子真不要个逼脸，我发现他真是啊。好，我操，这感觉跟无敌有什么区别，兄弟？好，噔噔噔噔噔，好，再跳啊，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啊。来看看最后一个环节啊，就是你知道最后一关的 boss， 你会发现这个最后一关的这个 boss 啊非常的硬，这个 boss 平头啊，他而且的你看下蹲，而且他死了之后呢还会大声怒吼奥利给，大哼，大声怒喊奥利给，到对吧？就到我面前楼下位。你看他死了之后还哇哇那么死，你看啊，哇，然后哇哇，对了，太惨了啊！这就是最后一关吗？不给力啊，老师，老师你怎么了，老师？啊，死太惨了啊！这个游戏反正是有点虎头蛇尾，是不是？我说错了吗？啊，其实很牛逼。好，那么也是感谢我们的这个超电磁炮给大伙儿表演这么一个手机通关啊。其实呢，跟正常的剧情，咱们也就是这么个路子。手机通关呢，也是告诉你，你也可以用手机来重温自己的这个游戏。当然呢，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情况就这么情况。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啊。我们下期再见。